次都是杀手。完全没有人理我了，寂寞。讲了两次。橘色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哎，一起解任务啊！你们在哪里？是好人？是，我在这里解任务，你保护我。好，我们在刚刚连完线。我死了。艾丽丝，挂了，我接好了。太快了吧！好，过来，我刚刚在你。你要去哪里？哦，又要回去上面。这边发现我尸体吗？我跟青色在一起。那我看到黑色。哦，这个要解一次死两个。有一个好像没有那个是断线吗？好，那哪一个是断线？紫色，紫色断线，那就是黑色死掉。对，黑色。好，有人看到黑色吗？有人看到黑色吗？就是我，黄色。黄色看到黑色。那你看到其他人吗？我哦，刚刚跟我们吧，橘色、蓝色对吧？白色了。你看到我？你看到我出来吗？没有啦。对啊，明就没有。有紧张，会不会是欧拉呢？我刚刚是跟那个青色走在一起，在中间下面那里，然后尸体是死在哪里？在那个cafeteria， 在右边了，地图的右边。啊，我刚经过诶，那边。那谁有看到谁从那边出来吗？我因为黑色刚刚说他已经死了，等我就去找他。有个断线了，断线了，浅蓝断线了，浅蓝断线。好，断线里有可能是杀手哎，有可能。对啊，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那到底是谁？我这局先略过好了。我也先略过。机票。好。什么声音啊？对啊，谁在看电视？是在电视的声音。好，橘色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潘。要不要你好走一起、啊？我的任务在这里，我的任务。我剩下的周。哎，我也要做这个，那我们一起。哎呦，欧巴来了，小心小心，我帮你看着他。好，你先做。好，三个人，哎，三个人有在怕什么、啊？我父亲是黄色，就有点危险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有时候做一做任务就死了。我做好了，我做好了。好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我要去很多地方哎、欸。走，我在电器室、哦。这里，我有一个在这里。好，走，我陪你去。哦，在这里。好，我陪你去。欧拉跟我来了，好恐怖。我跟咖啡色在一起要上去了。好，我看你扫描，你保证是好人。你有这个任务吗？没有。好了吗？我做好了。好，我要去这边。哎、欸，过不去，好，那我走这边。紧急任务，我这次一定要解，不然游戏会结束。走，我们俩去，冲啊！我在你们后面，我在你旁边，我在你旁边，三个人。好，冲啊！这边我剪，这边我剪。哎、欸，怎么上不去？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。上面另外边。要上去。哎、欸，解了。解了。黄色解了。哎、欸，好，走，那我们去这边。哦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情？黄色被杀了！哎、欸，黄色被杀了！哇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白色跟橘色不是。我黄色不是，因为黄色刚才跟我多说一句是，白色、橘色不是。那到底是谁？黄色也不是。我觉得刚刚死的很有可能不明不白。那就是咖啡色喽。我刚刚咖啡色，我刚没看到咖啡色在哪里。我也没看到。我正要说我跟谁在一起，然后就被杀了。那就是咖啡色吗？不是我。有可能刚刚知道，然后就被杀。
咖啡色刚才姐姐的屋是有到那边，我懂吗？对，我咖啡色，我本来是。我原本是要去做紧急任务，但做完了，然后我看到橙色跟另外一个颜色，不知道是谁。然后所以路上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右边不是、啊，我看到黄色是啊，但是后来，后来就没有一起了吧？我有看到橙色在做紧急任务的时候，我是要跑过去做，然后已经做好了，我就走掉了，然后后面就有人 report 了。现在讨论没用了，三个已经投票了，赶快投，剩五十几秒了。那是投谁呀、啊？不会是投我吧？道理是咖啡吗？你好残忍！我投咖啡色。目前咖啡是比较可以，比较大一点的、啊。对，小鱼不在场证明。我相信的话，不是的话就是白色了。多人投我，白色应该不是。白色是我哎、欸。不是、哦欸，我记得白色黄色你黄色不是吧？不是我是蓝色，我都跟橘色在一起，这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我尽量都一直跟着他，而且他看到我红跟黄 body scan， 我们尽量三个都在一起好了啦，要不然就很可疑。好，我要去指引室那个 navigator 讲英文啊，听不懂 navigator。哎，我要去指引四个人，黄色来了，黄色来了，四个人走走走，我在建立这里。可是我要去左边，那谁要跟我去左边？我征求一个黄色小黄色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算了，我跟着橘色好了。紧急任务，谁要去？赶快去，赶快去！紧急任务哪边？走，这里，要上来，也太远了吧？啊，粉色，刚好在这边有一个，左边，有人在左边吗？去谁？左边，我们全部都刚刚在右边，现在在全部下得来了。好，太难了。你看我都说啦。哎，你们解完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好啦。哎呀。我刚刚说六水了。刚你讲哦哦，这个音不是我刚，因为刚刚另外一个你的同伴杀我，过后你在我隔壁没有说任何东西，我就讲，诶，为什么走掉？现在是欧拉，是欧拉，我都没杀他，我杀了一把。所以刚刚跟蓝色走在一起，对了，还跟过来要杀呢。对啊，我帮你看着他，他就站在后面，超恐怖。聪明，还特有一股寒意。还好我没有特地按那个紧急任务，在很远的地方，我们走不过去。是哦，只有一个好在，我刚好在附近，结果紧急任务。